辛芷蕾，却因为胖上了热搜。不过当时辛芷蕾甩出了路人生图，力证自己颜值在线。不过很明显，辛芷蕾是被黑了。虽然她是胖了一点，但媒体放的图明显是被 P 过的，她并没有胖那么多。近日辛芷蕾再次受邀出席活动，并且送上了自己的自拍，霸气喊话媒体：我今天瘦了，怎么不拍我了？对镜拍照的辛芷蕾近乎全素颜出镜，与前几日被嘲胖了的状态截然不同，完全看不出她脸部有发福的迹象。有网友也晒出了辛芷蕾当天参加活动的生图，只见辛芷蕾白色露腰 T 恤搭配同色西装裤，一身打扮简单干练十足，身材凹凸有致，手上涂着黑色的指甲，一头标志性的短发又酷又飒，脸上精致的妆容显得她十分美艳。如今辛芷蕾再次晒照，以幽默的方式力证了自己的好身材。其实她的身材在娱乐圈的确算不上多瘦，但也没有多胖。其实细看她的变化就可以发现，她其实只是胖了一点而已，不然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期间内就